同学，我们还是接着看《华藏世界品》《疏论纂要》里头啊，李长者的开示。他的开示一共有十段，前面我们讲到第八段，第八段是说明佛果本空，何为华藏世界畜生所缘。长者给我们说了四个意思。第一个是二乘圣者虽然得到解脱了，那我们晓得他的解脱只是脱离六道轮回，还没有除十法界，所以跟菩萨比呢，智慧福德还不足啊，不能主动的度众生。喜爱涅槃极尽之路。第二个原因呢，是为三乘菩萨有喜欢呢求生净土的啊。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心里面染净这样的分别没有断，执着呢是没有了，但是染净的分别没有断。所以清凉大师讲他们是染净当前，这不是是李长者说的，知见不普，勤存净土，不得自在。那么由此可知，修行人只要有丝毫妄想分别，就是你执着断了，见思烦恼断了。你还有妄想分别，你就不能得大自在呀！这是讲上讲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了，所以总是不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华严经我们晓得一真法界超越十法界了，所以说不如此法影现自在。知道啊，净慧不二啊，心净净土就现前，心不清净呢，慧处就现起来，影现自在啊。这个绝对不是三乘菩萨的境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的原理
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啊，若能转境，则同如来，这个才真正得大自在。所以为利众生呢，是先殊胜的福德啊，这个自在啊，三乘菩萨就没有这个境界了。张者说，即具象万刹了，光明显照，若令众生情无曲折，如幻云散，一物便无，无有所得。这个几句话说得好，法身菩萨诸佛如来示现在九法界啊，他能示现种种依正庄严教化众生啊，特别是戒引众生。戒引哪一类的众生呢？我们要晓得大心众生啊，那么这些众生得度了，成就了，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当机众啊。那不是当机众呢，人数多啊，就好像我们学校当机是正科的学生啊，不是当机众，还有很多旁听生呐。我们讲业类根性没有成熟，他的福德因缘殊胜啊，他也有机会跟着这些当机众啊，听到这个法门。他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因为他着相啊，他的分别执着没有放下啊，虽然有这个福分，得闻大经，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金刚种子啊，这个也是无比殊胜的因缘，但是他这一生呢，不能真的不能得果报啊。那就要问呢，什么时候这果报能现前呢？那就要问什么时候你把妄想分别放下了。不再打妄想了，不再分别了这个时候佛菩萨一定来帮助你。为什么呢？你这个妄想分别放下了，这就有感了。我没有求啊，没有求，这是敏感敏感呢，佛菩萨也来啊，他来的时候或是显应或者是明应，一定会来应的。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我没有求佛菩萨，佛菩萨会来呢？佛菩萨知道你条件具足了啊，就是你修学华严圆顿大法的条件之作了啊。要知道啊，十方诸佛对于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观察得非常清楚，哪一个众生条件具足，马上就来帮助他，条件不具足，帮助他提升，已经具足的帮助他成就，这个成就就是超越十法界。提升他到华藏世界去了，或者是提升到极乐世界去了。菩萨跟我们一般普通人不一样啊，普通人是讲感情的，你虽然条件具不具足，问题是我欢不欢喜帮助你，我对你看得顺眼还是看不顺眼，这凡夫之见，佛菩萨没有，决定不是情见，佛菩萨是纯粹的智慧。根熟的众生虽然见到佛菩萨现的相，他懂得这个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他能理解，所以他不执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学佛的同学，你们要想在一生成就佛的这一句话了，要牢牢记住，要常常放在经里面放在心上为什么呢？时时刻刻提起关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佛来了，我们礼敬、称赞、供养而不攀缘为什么呢？保持心地的清净，佛就来了。那我们现前佛为什么不来呢？跟诸位说，佛不来啊，是大慈大悲来了怎么样呢？来你受不了啊，你感情激动你那个清净心没有了，失掉了，你修的那一点波这个智慧也失掉了所以你要问什么时候你会见佛，我在这里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什么时候佛菩萨来了你不动心，见如不见，这个时候佛菩萨就来了为什么？他来对你只有好处，不会障碍你所以佛菩萨来是慈悲，不来也是慈悲。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修道的人、觉悟的人跟迷惑的众生差别，就是一个心清净，一个心杂染，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感情这个里面的道理不能不懂我离开祖国36年跟到我家人联系上了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讲经
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我的母亲到香港来看我，她是从上海到广州，当时佛亲的会长云文中居士带我到香港去迎接我的母亲。接到香港来的时候，我正在讲经，我在讲台上，我母亲来了，这样招呼他，请他一边坐下来听经。经讲完之后，我照顾他，非常难得，没有激动啊，不是想哎呀几十年没有见面也见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就完了所以我非常佩服他能够镇定，没有激动跟平常天天见面的一样，这个是我意想不到的我不激动他也能不激动所以当时这个听经大众看到了之后也很佩服这是什么？这可以见面了如果见面的时候，诸位想想，痛哭流涕，在那里诉说这么多年的别离，相思。那我们这个佛学这个佛学这么多年，不是一下就退转过来了吗？退到没有学佛的这个地步，这几十年佛不就白学了吗？那么从这个之后他来看我，或者是我到上海去看他，都没有一丝好激动我不劝他吃素他回到上海去之后发心吃长素他看到我吃素很好身体健康我们不用言说来劝呢，我们用事实来表现念佛好这是我劝他的他说这么多年来常常想我，我就告诉他不要想我，想我没有好处，想佛。你天天想阿弥陀佛，我也想阿弥陀佛。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到了极乐世界，我们母子还在一起。这都殊胜呢。我跟他讲，他听懂了。所以回去之后，念佛就不间断了。送他一串念珠实在讲这个也是他过去有善根能在这种场合听我讲经触动他的善根他能够把感情扶住好像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星期，从来没有激动过。
一般人讲修行看功夫，从哪里看呢？就在这里看。啊，国内我去过几次，早年间去还好。啊，为什么呢？知道我的人不多。这些年来，我们讲经的这些录音带、录影带，现在做的 VCD 经书流通的很多，我们流通到中国都是合法的啊！这一点学佛的同学一定要记住啊！你看佛陀灭度教导我们一戒为师啊！戒是什么呢？戒就是守法。我们学佛要不守法，是佛的罪人呐、自己决定不能成就啊！啊，一定要守法，一定要守规矩。啊，这个是每一次讲经都特别郑重啊，劝导大家佛是世出世间最好的人，哪有好人不守规矩的道理呢？佛弟子是以佛为榜样，为典型，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头一个就是要学他守法的精神。啊，那如果不守法呢？秩序就乱了。给社会大众带来是负面的印象，人家看，哎，佛教徒是这样的，乱糟糟的，把我们佛教的形象破坏了，让社会大众啊轻视了佛法。那我们学佛的人就有罪过了，我们自己没有做得好啊，我们自己没教得好应当生惭愧，应当回去啊，要改过自新。所以自从有一年我还是没有告诉很多人的，知道的人确确实实不多我回到上海看我母亲，这下飞机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老的机场下飞机的时候机场上就3000多人，没有秩序，一下围起来了，我都走不出去这种
场面热情，我非常感动。从这个以后，我吓到了，不敢再回祖国了。如果我们祖国同胞能够像外国人一样啊，守规矩，有秩序，我会常常回去啊，看看大家了。所以说，不是我不常回来，是大家太热情了，热情过度，是我不敢回来。道理在此地。香港过去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年，香港人守规矩，我们国内同胞这一点跟外国相比啊是要差一些，所以我们特别重视持戒，遵守国家的法令规章，遵守社会的秩序，我们从这个地方做个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这个就是佛陀教育，我们学佛的人跟没学佛人不一样啊，没学佛人争先恐后啊，我们学佛人处处退让，有礼貌，有节度，所以真正契入佛法了，张斋讲情无去处啊，如幻云散啊，一物变无啊，无有所得了啊，这是真正懂得佛法，真正得佛法的受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大乘经上常讲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但是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那为什么在佛国本空他现这么多相呢？佛国本空啊，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自受用，佛国本空啊，那现象呢，现象是他受用，教化众生啊，戒引众生啊，你要不能够这个现象，你怎么能戒引众生啊？戒引众生为什么要现象？众生着相，众生欢喜相啊，那你就得现象去戒引他啊，你要不现象，跟众生的缘就断掉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一切设施，一切的现象，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戒引众生啊。你们从许多地方啊到这个地方来啊，我香港这个地方也不是常来，来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啊。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有摄影棚，有摄影棚我来了有工作做，如果没有摄影棚呢，那我来了就没事做了啊，没事做我的光阴虚度啊，这个不可以啊。那么这一部华严经啊，诸位现在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第八卷呢 啊华严经八十卷呢 啊我们这次讲的是八十卷里面讲到五十九卷，然后接着讲四十华严，五十九加四十，九十九卷，九十九卷，现在讲的第八卷了。那你想想的时候，我还要讲多少年？啊，我现在预定的时间是一天讲四个小时。一年要讲满三百天，啊，就是每年要讲一千两百个小时。没有休闲的时间呢，啊，那么当中还有，这个六十几天的时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吗？我要讲满三百天吗？还有六十五天的时间，这六十五天的时间要办事啊！啊，确确实实没有空闲的时间呢，啊，没有休假的时间呢，啊。现在我在澳洲。啊，目前要帮助两个学校，啊，可能还有一个学校在等着我，啊，也可能还不止一个学校，啊，帮助一个学校，我们做国际和平消灭冲突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很重要啊！啊，现在世间灾难太多。另外一个学校，我帮助他团结宗教、团结族群的工作，啊，都是祈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啊！这个是华严经的落实啊，有那么多热心的人去做啊，他们来找我，我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他啊。所以诸位学佛一定要明理啊，佛法修的是什么呢？戒定慧三学啊，戒是守法啊，是得定的前方便呢 啊也就是得定的预备功夫啊。定还是手段，还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因定开慧，智慧开了，这是真正教学的目的啊。智慧从哪里开？从定开，也就是说从清净心开啊。
清净平等觉觉是慧呀。你心要不清净不平等，智慧不能现前啊。心地要到清净平等呢，一定要持戒啊，持戒帮助你得清净平等啊，清净平等呢帮助你开智慧。这个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修成的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从这一条道路上修成功的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决定不能离开戒定慧。所以能够入般若境界，能够得般若的受用，好了啊，不但戒定你得到了，智慧开了啊，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啊，功夫高的连妄想都没有了。长者呢为我们说了四个意思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他说为不一切法空众生，这很有道理。有一类众生你要讲一切法空了，哦，他就惊慌了啊，他说那一切空了他怎么办？所以佛是现象，哎，这现象呢相不空啊，把他这个恐怖啊安稳住了啊，他就不害怕了。所以先获得一真果报，那要不要帮助他？观空法呢？要的。啊，要慢慢教导他。空不是凡夫想象当中那个空，凡夫想象空是什么都没有了，啊，他害怕了。这要跟他说清楚，要好好教他啊，空跟有是一不是二啊。你看看心经许许多多人天天念啊，啊虽然念没懂啊，为什么不懂呢？他还有妄想分别之处，我就知道他没懂如果真正念懂了，不但分别执着他没有了，妄想也没有了，那是我们修行的最高层的阶段。前面跟大家讲戒定慧三学，那个心经是慧呀，是最高的阶段了啊，连妄想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分别执着呢啊。什么人给我们示现这个榜样呢？观世音菩萨啊，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个就自己修行上来说啊，就他自己自受用称观自在
如果就他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就叫他做观世音。那个世是世间的，因是因身的，苦难的因身的。菩萨看到了，听到了，马上就要去帮助他。所以观世音菩萨现千手千眼。千手千眼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是眼到手到。我看到了，我立刻就帮助你，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诸位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种事的造像很多，我想大家都看见过啊。那么再告诉你实话，所有的菩萨都是千手千眼。你有没有见过千手千眼的文殊菩萨，千手千眼的普贤菩萨？那么由此可知啊，一切菩萨了，这化身菩萨了，哪一个不是眼到手到的？所以特别用观世音菩萨了来代表。观世音菩萨表大慈大悲，是这个意思。我想应当啊，同修当中也有人啊，见到千手的普贤，千手千眼的文殊。那在我们新加坡净宗学会，我们小佛堂两面就是供的，一边是千手千眼的文殊菩萨，一边是千手千眼的普贤菩萨。我们要学啊，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那一千只手你说多麻烦啊，我两个手很自由啊。如果要是四个手八个手，你就觉得很累赘呀。它是表法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表法的代表这个微迷观照这个是眼表这个没有看不到的牵手是表示援助帮助你没有做不到的，取这个意思。所以事先获得一真的果报然后教你观空，心经就是教你观空观空是圆满的智慧所以心经一开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那个不是浅的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空无蕴是什么？无蕴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归纳起来无蕴在法相中里面把无蕴展开来就是白法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经上讲的更简单更扼要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最后的结论是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这种说法对初学的人讲不行，他不能接受。你要这样讲话的时候，把他吓跑了，他下次再也不敢来了。所以一定要实现啊，殊胜的庄严相好。慢慢教导他。终极的目标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空掉了啊！这个时候就成就究竟圆满的果德啊！这是自信这个本具的无量智慧。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叫大圆满啊！你要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空掉，信德本具的圆满，不能现前。所以这个空不好懂啊。空很难讲啊，很难体会呀。这第三个意思。第四个意思，张哲讲的，总为一切三尘即一切凡夫。前面是讲一切三尘，不包括凡夫。这个地方呢，要包括凡夫了。现广大怨恨佛之境界。量度样式，令其方学不偏桎梏。这个话说得好了啊，这个对我们学习是重要的教导啊。佛菩萨给我们心广大的愿行啊，愿行是因，佛智是果啊。你从佛菩萨他们的生活啊，他们工作，他们处事待人接物，你仔细去观察他是怎么做的啊？你看他的因呢，你就晓得他的果报啊。从他所示现的这个果报一正庄严，你就要知道他的因性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所以在示现里头，那个莲花用的特别多啊。莲花表因果同时，因不离果，果不离因。让我们呢知道修因正果啊，佛菩萨示现这个境界，示现这个样子啊，目的是叫我们效法，是叫我们向他学习啊，不能有偏执啊。你要有偏见，要有执着，你就错了。那么有这四层意思，佛果本空里面呢，也现
一真庄严啊，虽现一真庄严，不爱本空啊。为什么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空是一，不是二。所以他没有妨碍啊。这一段幕后，长者引经里面四句偈啊，我们也念一念：诸佛国土如虚空，无等无生无有相，威力众生普严禁，本愿列故住其中。啊，你像这个我们这部经，毗卢遮那佛现的华藏世界一真庄严。啊，我们修净土同学。一三经一论呐，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跟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一个意思啊。如果就佛自己所证的境界呢，那是一切皆空，本空啊。但是为了戒淫三尘，为了戒淫一尘根性的大众，遮那现华藏啊，弥陀现极乐啊！啊，我们对极乐相当熟悉啊，啊，读的很多，听的很多。啊，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自己享受的啊，他现的这个国土啊，是为了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希望啊脱离六道十法界啊，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是为这些人实现的啊。真的，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隐现自在啊，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里头有缘，还有这么多人祈求阿弥陀佛帮助啊，希望啊到极乐世界修行，那极乐世界就要存在呀 啊所以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啊，是什么道理呢？这么多人呢在那里等着啊，在那里盼望着要到这个地方呢去修行正果，这是诸佛菩萨实现存在时间的长短，不，这个不是佛这边的事情，众生那边的事情啊。众生需不需要？如果需要，哎，那时间就长；众生觉得不需要了啊，我不必到极乐世界去，不必到华藏世界去，我也能成就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同样一个道理，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也就是到九法界来示现，我们常常讲啊，感应所生的啊，他为什么来呢？众生有感，他就来了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众生没有感，众生不需要了啊，自己觉得自己行了啊，不需要了，这个时候佛菩萨就走了。佛菩萨住在这个世间时间长短，完全看众生感的那个愿力。强弱长短，如果感众生感的这个愿力很强啊，时间也长，他就常住啊。如果众生这个愿望不是很强，时间也很短促，诸佛菩萨示现的时间就短。道理在此地，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佛菩萨完全是为了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那众生需不需要帮助啊？是众生本身的事情，无关佛菩萨的应现啊。现在时间到了。